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安宁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《战争机器五》中如何快速的完成捷克救100个人的这个勋章，还是非常的简单的。这个的话，你可以和你的朋友一起做，或者说你 Xbox 开一个账号，然后 PC 开一个账号，两个联机啊，这样也可以自己刷。我是从第五波就直接开始了，然后呢，留一个怪啊，这个怪呢就是被拒者，让被拒者锤这个凯特，然后我这个捷克呢去救这个凯特啊，这样的话反复刷就 OK 了。就是这么的简单啊，甚至你还可以把那个更加致命的那个选项给打开，这样的话，那个被拒者锤你会更痛啊，这样的话刷的效率会更高一点。那么的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